是说好久没有这样玩。你退步了，而且退步很多。什么？我退步了？是你讲那堆并发症，平常不也那堆并发症好吗？哎，对，你是不是答应白飞丽你要去做熔炉？有钱赚啊，做什么不重要，反正到时候我接了，你去开刀不就结了吗？你想得美，你还才不开！你呀，不开，你刚才转内科好了，一点外科的骄傲都没有。哎呦，干嘛？吃坏肚子？过来，我帮你检查。哎，想碰我？先通过考试再讲。还来啊？你有完没完呐？最后一题哦。器官，胰脏。然后呢？然后你要不要给我一点时间看一下？胰脏癌。处置用什么术式呢？如果有 Meta 就做 bypass，看是要化疗或是安宁治疗。不想开刀就安宁治疗，你这小王八蛋真是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病人很多 underlying disease 哎？你就算硬做 GS 里面困难度最高的 Whipple 手术，可能会有很多 complication 好吗？对愈后也不好，还不如做 bypass，然后早点做化疗。要是病患坚持开刀呢？不要吧，开刀不见得对病人好，搞不好早开早死，搞不好一堆医纠什么的麻烦哦。你放心，就算出事也绝对不会告你。什么意思？我警告你哦，你的病人不要想要推给我，我不接。那个是我的病历，刘医师，我现在正式委托你担任我的主治医师。江明叔，嗯，你之后啊，有没有可能会离开医院啊？如果转型成医美，我想我应该会离开吧。是哦，那你干嘛不做医美啊？医美，我想有很多人可以做，但你看，昨天那样子的状况，会有很多急重症的病患，他们会需要像我这样的医师。那。既然你都要走了，你要不要跟婉君去吃饭饭呢？好啊，那你帮我订个炒面跟猪血汤，放在我桌上就好。哦。还是你要跟我一起去吃炒面跟猪血汤呢？那我就先开3天药给你带回去试试看啊，一定会改善的。来，去前面拿药。院长，有位病人车祸，开放性骨折，疑似脾脏破裂。开放性骨折我们可以做，但脾脏怎么做呢？可是救护人员说他们只能送到这里，如果去市区的医院要至少2个小时半，怕病人会撑不住。开放性骨折我们是可以嘛，但脾脏真的做不来啊。接进来。曹医师，我说过，只要这里不是医美中心，我就留下，准备刀房。我没有刀房经验，我来跟婉君走。